小太阳是我张元勇的后生，只要有希望，我一定要救伊。严哥，我去做骨髓移植，我是要怎向莹莹解释，才袂让莹莹发现？莹莹啊，哎，拄只是咧困吗？啊，哪会雄雄醒起来啊？欧巴，坐啦。好啊。欧巴，咱是毋是有约好，毋管发生啥物代志，拢一定爱甲对方坦白？是啊。那安尼，你甲我讲，你规暝去倒啊？惨啊！莹莹绝对知影我偷走出去啊。欧巴，秘密总有一天一定会变空的哦。什么啊？什么秘密？我是去病院啊。啊！啊！啊！对对对！啊！啊！啊！对对对对！阿伯阿伯，就是应该坦白对待。啊！阿伯，啊！我知，我知啊！你昨昏去病院，好佳哉你无骗我。依依呐，啊你哪会知影我走去病院啊？啊？嗯？啊啊！就你昨昏安尼，就参像人咧讲的啊，讲红师半暝接到外口查某人的电话，啊，趁因某咧睏的时阵哦，偷偷走出去约会，一模一样嘛。所以我才想讲要对你后壁去。依依啊，所以你群众话哦。欧巴，你莫生气啦，我只是想讲，你若是真正伫外口甲查某人约会，我绝对袂当想过一个知影，啊，就一路对你对到病院去。啊，不过我伫加护病房外口就去互冻落来啊。啊，后来我咧想。应该袂有人去家护病房约会啦，所以我就回来。嗯嗯，是讲，欧巴，你去病院创啥？是不是青云阿姨有啥物状况啊？是啦，小阿姨的身体就有淡薄状况啊，啊，信宏阁未接电话，所以病院迄边才打电话甲我讲，请我走一撮。啊，不过足奇怪呢，我想要入去加护病房的时候，迄护理师讲，即摆已经不是探视的时间啊，啊，是安怎你会当入去啊？英啊，我去看小阿姨，小阿姨是病院的董事长，我当然有特权啊。而且我无想要甲你讲哦，是因为惊我甲你讲哦，你会烦恼，去甲你吵起来，歹势啦。无啦。应该讲歹势的人是我，我爸死的人，我不应该怀疑你，搁对你后壁去。爸，我真正感觉我不是一个好太太，你对我遐尔坦白，我煞对你做出这款代志，歹势了。不是，真正欺骗你的人是我。我唔拿去外口去白查个人，我阁甲伊有一个囡仔。欧巴，我咧想啊，我的运气哪会遮尔好啊？虽然爹地啊，阁大妈咪拢讲你是为着钱才甲娶家联姻，啊，不过迄是因为伊毋是我，伊无法度感受你对我的好。我即摆真正感觉我是全世界。上幸福的查某人，假使你知影江丽文甲小太阳存在，敢真正阁会感觉家己就是上幸福的查某人？我实在，我都稳无落去啊！英英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
为着要表示我的心意，我去楼骹替你做爱吃早餐。你规暝无困啊，即摆一定足忝的，对无？你先休困者，啊，等下再甲你叫，哈。别。速速去啊！等比对结果出来，再去讲好啊。是拢是做过的人，要创啥？你敢要怪我？我哪会怪你？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惹出来，我自己一个人面对，这嘛是应该。你敢要怪我对你伤过凶啊？你只是把事实讲出来，人活在这个世间，有时阵都是不得不做出选择。可是我已经没机会，我无法度看到，有人在你外面替我报仇。把属于我一切拢吐出来，安琪，所有来都要靠你家己啊！我怕只会当出高价，看你遐尔狼狈，我一定会提起我家己，卖惊甲你同款的路。爸，你放心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爱杜清玉，还够你心红。向咱爸阿囝一个公道。李兴隆的你唔吃囡仔，敢无情用赶出病院？当初你用你良心，甲伊留落来，我咪好好把幸福，完成我爸爸无完成的心愿。会当有一日，成就你这么友好的查某囝，我终身了解，我的爸爸有偌尔爱我。你给伊保重，我先离开啊。姐，你买保定了。